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 Adobe Audition 1.5 这个录音软体如何操作。我们先把档案打开。那假设今天我们要录这个三八哇这首歌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伴奏直接拉进来。现在声音进来了，那我们要放在轨道一里面，点一下，按右键，然后点这一个项目，那这样子伴奏就进来了。伴奏进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录音了。那我们录在轨道二，也是点一下轨道二，然后按 R 这个键，啊，这个键按下去之后，我们再点这个录音键，那这样录音就开始了。那这里就是声音进去的地方，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就变成这个音轨，像这个样子了。那假设我们今天已经录好了，那我们就点一下停止。停止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音轨把它混在一起了。那也是很简单，只要按档案导出音频。那我们存在桌面。那档案我设定为一，按保存。好，这样档案就在这边了。那我们点开看看。那各位等一下就会听到伴奏跟我刚刚录进去的声音了，我们听看看。整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的，那就请各位试看看咯。